我咱一个入车的进场，我咱一个入车进场。来，咱的小朋友吼，又着咱爸爸妈妈往边啊，往边啊吼。感谢感谢。好，来，咱后边，咱往两边吼，咱一个入车，咱一个入车进场吼。活动即将开始了，我们也请我们一般民众不要穿越我们的舞台区。好，现在我们桃园彰山镇彰市长也来到现场，来为大家加油打气，掌声欢迎市长，起立哦！来，有请来市长来到贵宾室，请坐。掌声欢迎市长。好，大家，请大家给来市长更加热烈的掌声。好，当然给了市长掌声之后呢？我也想要请大家先给我们今天四十组彩街的队伍一个热情的掌声，好不好？咱拄仔有两三队吼，拄仔才来到咱现场吼，为咱彩街队伍现场来登来吼，来非常的感谢，非常的感谢哈。来哦，当然嘞，咱等下有一分钟，咱就要准备来进行今日暗时咱的重点的彩街表演的部分啦吼。所以呢，今麦邀请每一队，邀请每一队哈，来咱官兵来到咱头前者，哦，来给咱集合哈，而且给大家呢，讲一下辛苦啊哈，真正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辛苦哈，感谢感谢。也跟我们陆陆续续刚刚才来到我们活动现场的好朋友分享报告啦。今天我们的义格彩街下午的时间，我们从3点到刚刚哦，哇，40组队伍来到我们八德市区的街上，真的是各显神通，非常的精彩。活动正式开始之前呢，是不是先邀请大家用一个最热情的掌声来先谢谢我们40组彩街的队伍？辛苦啊，来看看，感谢大家。展现了活力以及对我们传统艺的文化传承的一个热情。是哈，咱等一个结婚证，准备准备来开始啊，咱准备准备来开始啊哈，大家来给咱定位者，定位者，小等者正式开始，咱的市长就跟大家来便利，市长就跟大家来便利哈，感谢感谢。好，五万人文化乡，艺歌江畔来传承，彩街表演真趣味，烧在世界第一顶，咱的活动正式开始喽！哇，咱的市长、所有贵宾，以及着咱的乡亲士大，大家好！大家好！来，今仔会使讲拄啊大南嘛地区，咱的彩街过来到咱这八里厝边上艺术村的现场，较晚就要来进行，就是咱的定点的表演。定点的表演，请大家给家己一个破声子。感谢大家。是，当然，咱今日现场要来介绍着咱吼 VIP 席的贵宾吼，跟大家来拍招呼。首先是通识的大家长张善政市长，欢迎。掌声欢迎，欢迎是张善政市长。介绍是咱的通识玩优雕委员，欢迎。欢迎，欢迎是杨洋超委员。通识政府文化局副政新局长，欢迎。文化局邱振兴市长。立法委员顾着华委员的助理，欢迎。欢迎出任华立委的助理。立即就咱立法委员牛许廷委员的助理关小兰主任，欢迎。欢迎牛许廷立委的关小兰主任。还有中纪委朱丁尧议员红川队郑家恩助理，欢迎。欢迎朱丁尧市议员副的助理。有咱的北地区公所，咱的蔡里长区长，欢迎。感谢八德区公所蔡里长区长。来，阿哥吼，咱赞助单位吼，咱的赞助单位首先是咱的通道兵警务局感情党主委，欢迎。欢迎主委。中立林海宫洪盖义当署长，欢迎。欢迎林海宫董事长。南康福宫单中协助理委员，欢迎。感谢赞助咱的艺术彩街奖金，秀山摇滚音诗竞赛吼，明仔载嘛会登场，咱的龙山竞赛赞助的，就是咱的林明义当署长，欢迎。欢迎董事长。来，另外呢，咱嘛乡亲时段吼，到咱所有的长拍招呼。感谢所有里长协会挥手。到咱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谢谢所有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来，到咱所有的贵宾。感谢咱所有的贵宾。中秋大吉啊！好，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彩街的评审委员，社团法人中华民国表演艺术协会陈景成理事长。欢迎。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剧场艺术学系的刘培仁副教授，欢迎。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文化资源学院曾介宏副教授，欢迎。暨大学中国文学系副教授林茂贤副教授，欢迎。世界舞台神赵玄谈信仰文化史料文献研究中心执行长蔡武晃执行长，欢迎欢迎，所有贵宾奶奶的婆婆，感谢。
来，即摆呢，咱儿童游戏桃园闽南文化节走向国际化，打造闽南文化的品牌，得到真多咱的国际大奖。即摆咱是不是用着上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推动着咱桃园闽南文化的咱的桃园市的大家长？张善政市长，邱夏市长来为咱致辞，欢迎！掌声有请市长以及我们的贵宾团队，请好上台。桃园闽南文化节不止成功在我们桃园打响了我们闽南文化的推广平台，同时呢，也多次获得国际大奖。感谢师傅团队用心打造最棒的桃园闽南文化节。来，邱夏来市长，作为贵宾哈，咱这会今嘛。热烈掌声，邀请市长致辞。啊，各位来参加我们今年2024一格彩街的所有的队伍还有贵宾，大家午安，大家好。好。还有特别来帮我们加持的杨朝伟运作，欢迎。还有我们好多好多公庙的伙伴，还有我们文化局邱局长，还有我们这个八德区的蔡局长，还有我们艺人朋友的伙伴。都一起来帮我们的活动来加持，非常非常感谢。这个义格彩街啊，早年是庙会酬神的时候，把大家觉得最好的艺术表现端出来，在路上走给大家看。后来就演变成我们最有名的义格彩街。今年有40个车子，对不对？对。还有我们定点表演，大家哈。看一看电视上面，每年加州都有玫瑰花车游行。我觉得我们的义格彩街啊更有特色。我们的车子没有它那么大部，但是我们每一部车子的文化特色都很不一样。像是公庙的车子，有讲我们妈祖的，有讲我们酬神的，我们的社区发展协会的，我们很多很多的，我们的这个义格彩街车子啊，都是美不胜收。非常非常的变化多端，比这个玫瑰花车游行看起来更是文化多元，更能够显出我们闽南文化的特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琳琅满目。每一年我们办这个活动，刚刚讲说都拿过很多次国际大奖，我们还会继续努力，以后拿更多的国际大奖，好不好？好，把我们所有公庙，我们所有社区，我们很多学校的这些特色全部都秀出来。还有呢，等一下会有定点表演，定点表演也会非常非常的精彩。我们这个义格彩街就是我们每年每年闽南文化节最重要的一个活动。谢谢大家来参加，谢谢大家来支持，也谢谢大家在这个活动里面展现自己最多才多艺的一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感谢市长。来，今麦呢，咱市长请刘波吼，因为小等者，咱要邀请到咱北港演艺个活动当中呢，咱连续九年来得到冠军，好，咱的蔡依婷老师来扮演着咱的妈祖，来带着咱的公路，要来敬上，好，咱的张善政市长来吉祥的礼物。今麦请大家热烈的掌声来邀请。好，我们也请台前的朋友稍微让开一点点了。来，咱请中吼，来往两边刷叮当。有，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北港大义格车连续9年在我们北港妈祖的这个义格活动当中获得冠军的团队，今天在我们彩街也是打头阵，带给大家不一样一个非常精彩的视觉飨宴。由我们的蔡依婷老师以妈祖的这个扮相哦，特别来到现场，要致赠一个即将应景的非常应景的端午节的龙舟，来给我们的市长。来，让咱的市长平安拢来，妈祖祝贺。好，那我们也请市长跟依婷老师，还有我们台前的贵宾，大家一起来合照，做回来两下哦。来，比一下赞吼，咱义工于是桃园闽南文化节的各彩街有赞吗？赞啊！请大家一起看中间方向。来，咱看先看中吼，来大大的赞。来，往正边45度，右边45度。右边来正边，大家看右手右前方45度，一样看一下我们的镜头，目光停留3秒钟，3、2、1。来，往豆边左边45度。好，来跨界豆边哦，左边左手方圆左前方，一样43秒钟的时间，3、2、1。来，好，让我翕到吼，来。啊，刷落来购物哦。来，刷落来购物，要来大合照的部分啊吼。好，我们先请媒体先进，
媒体先生来到咱的台顶这边，即马有请到咱的市长、局长、议员，吼，还有咱三位贵宾，请上到咱这个红地毯这边。啊，请咱三位贵宾往后边两卡步，往后边两卡步，吼，咱的团队往后边两卡步，吼，咱的这边所有在的领领。好，我们的铁四弟也要来加入一起合影哦。咱的铁四弟马志宏会议来宾哈。啊，来来，我准备坐会，坐会，来来。啊，咱等一下吼，一张上爱吼咱的专业的摄影师吼，咱的顶楼区一顶领馆员的摄影师，第二张吼咱的媒体先生，吼咱的媒体先生，为着咱的公司是桃园万达文化节，咱的桃园市政府桃园会，吼咱市长非常非常大力来推动，吼咱的万达族群，吼咱桃园的族群，拢会使有一个展演的空间，展演的活动。好，那我们接着呢，先请大家一样，我们先目光看一下我们站最高的大会摄影师的镜头。来，请我上镜头啊！来，好，来，咱看头前比较大大的赞哦，来。好，请大家一起比个赞的手势。一号女士，从万达文化在给个彩礼五赞哦。赞！好，来，今麦看咱头前媒体升级。来，我们中间媒体朋友的镜头。给个彩礼。赞！来，咱这边四百五度，左边是九度的媒体。谢谢左前方。好，也感谢中国电子媒体这边出席。好，右边四十五度。好，右边四十五度，也谢谢媒体朋友，谢谢大家周末跟我们一起来加班哦，谢谢大家。好，那现在再来给我们有谁顶名小弟，有谁空拍机的吗？好，我们回正看一下我们大会摄影师上方的。我们的空拍机，咱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大大站定格，第二部分就是吼动态挥手。第一部分是在大大站，让咱空拍机来欣赏好无？来，二零二四台湾南文化节月度参与赞，给我好，好来停留三秒。好，我们再看一下我们上面喽。好，再来记录一下动态的，把大家热情都展现出来。好，接下来要挥挥手哦。咱从万南文化节年糕三给大家挥挥手，耶！咱来空拍机挥挥手。好，真的是太难得了，我们今天现场一定要多留一点记录。现在大家看一下您的，我们从我们的各位的左前方的摄影师，那位动态摄影师挥挥手哈，动态摄影师等一下会捕捉镜头哦。对，好，那我说桃园闽南文化节，大家一起说给一个开堆赞，好不好？好，来。来，桃园万达文化节给个彩龟赞！来，拍照好挥挥手！哎，感谢哦，咱这边输，咱的媒体先生到你边哦。好，咱那边媒体朋友上不中吗？我们还有补充吗？OK 吗？谢谢大家。哦，来，感谢，好，现在给予咱的市长热情的掌声。来来来哈，非常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哈！咱的张先生、市长、市民就非常为咱四十岁咱的二度赛的承诺来进行，好，咱非常赞的，咱这里合照啊，以及表咱的地俗了哈！来，真正真正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我们也再次谢谢市长亲自来到现场。好，来以后，真正嘛，好，咱的市长不客气，咱的掌声。再次掌声，谢谢市长。